国27周年的大日子即将来临，共创民厅和关爱队首次合作，连同一般市民、学生和少数族裔，一同到新界平政进行截瘫保育活动，将新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共庆回归。希望透过今次的活动，提升学员对社区的义务工作和参与，同时亦都带动学员提升国民的意识，共庆回归。仲有几日都是我们回归27周年的大日子，所以今天能够和这么多年轻人一起，我自己都感到很有活力。祖国27周年，希望香港越来越繁荣，人们幸福快乐，环境更加好，经济越来越好，香港回到祖国妈妈的怀抱，好开心咯。